白话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，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，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，在白话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，开启我们芸芸众生的佛性，修改我们的命运。 请收看卢台长的白话佛法。要懂得学佛，自己很难的，因为我们在人道啊。就举个简单例子，因为你是小学生啊，你没有到中学生，你永远不知道小学生的科目怎么做。你只有到了高中生了，你才知道小学的科目原来这么简单。 你们刚刚到学校里去的时候，老师问你一加六等于多少啊？你要想半天吧。你说你到了高中，你还要想一加六等于几吗？你们现在在人间能解决人间问题吗？你菩萨在超出人道的地方，所以他用菩萨的智慧，他解决你的人间的问题，他像玩儿一样的，就像大学生做你中学生的功课，像玩儿一样的。但是你在小学里，你就是想不通啊。 所以，希望你们在人道要懂得，它没有未来，只是一时的感觉、感悟自我的存在。有一种感觉，好像是我存在的我有感觉啦，我感觉他对我好了，我感觉我很恨他啦，我感觉今天吃的很好，我感觉我活得很舒服，你感觉活得很痛苦，因为你。 医生跟你说明年你可能身体不好，你要去开刀，你可能会生癌症，你可能一年你就感觉很不舒服。那我要是告诉你们，你们最后的结果我都告诉你们了，你们都会死掉的，你就准备感觉一辈子很痛苦啊！学佛听懂了吗？就是要看到未来呀、啊。 你看看自己可爱的妈妈，哎呀，妈妈这么大年纪了，哎呀，妈妈很可怜，妈妈会走的，总归要走的呀。你要想办法不让她走啊。所以希望你们要懂得，要只是一种感悟啊，如梦幻泡影的刹那间，一个人要面子的时候，脸红的不得了，是不是一瞬间呐？ 要什么面子啦？人家在骂你的时候没面子了，人家讲你，你这个面子一刹那过了，过了之后有什么啦？还有什么？你们告诉我呀！就这么简单，这个世界上。所以用观世音菩萨手中的净瓶水，经常来洗涤自心。你说观世音菩萨净瓶水在哪里呀、啊？在哪里啊？ 观世音菩萨跟你们讲的话，要叫你们慈悲化解一切灾难，就是净瓶水。你真的再要低一点，说我要喝到净瓶水，那很简单啦。供一供的矿泉水啊，供完了之后喝喝有用不啦？因为他相信他的存在，他相信他的灵验，他会有能量在里边的呀。你今天不相信，你哪来的能量啊？对不对啊？人生就是这样。 你要相信，观世音菩萨能救你的，一定会救你。内在肮脏的灵魂，你一定要把它去除。你最终会领会到无事无心是自然，无事无心是自然呐、啊。如果你跟这个人打交道，如果这个人你问他你忙吗，他跟你说我很忙，这个人会很骄傲。你去看越。 伟大的人，他越说不忙不忙，为什么？他不骄傲呀！哎呦，我忙的嘞，那可能是下面的人。我忙的嘞，就是很骄傲，有什么好忙的啦？无事无心呀，什么事情都是靠大家的，都有别人在忙，别人帮你忙，每个人都在帮助别人，没有什么事情发生的，心平气和，心静自然如水。 你没有心，有什么事了？你所有的事情全部都是你的心事。你要没有心事，你才叫无事啊，你才会无心啊。要这样，那么就是自然，因为无事会无非，一个人没有事情，就没有是非出来了。你们你们看看，很多人说，哎呦，就喜欢看热闹。 邻居出点什么事情，马上就嘴巴讲了，好了，被人家最后听到了，人家跑到你家来敲你们来骂你，无事才能无非呀、啊。少听少烦恼，多听多烦恼；少说少烦恼，多说多烦恼；少想少烦恼，多想多烦恼，就这么简单了。所以告诉你们，一个人不能贪，贪过头了就不行了。什么事情都要随缘，自然是自理呀、啊。 所以要观世间的苦、空、无常、无我，要观呐、啊，你们要看呐、啊，这个世界很苦的。但是比你们苦的人更多了，你就觉得舒服一点，就不苦了。你要是天天觉得自己很幸福的话，你就是真的会幸福的。你要是天天觉得自己很苦的话，你会越来越苦的。我觉得我很幸福啊。 我觉得我跟你们在一起很幸福啊！你们记住了，要心中有佛，其实就是有众生，因为你们都是未来佛呀。所以要告诉你们，得到解脱的智慧，就是要看破放下，知道这个世界苦空无常，所以要得到解脱的智慧。啊，念经就是自己明心见性的开始。 一个人如果能够念经，明心见性就开始了。你们要念经啊！你们很多人假修啊，没用的。你们说菩萨在天上，你们假修菩萨看见吗？要真修的，真修么真得呀！你对老婆假的好，你以为老婆看不出来啊？你真心对老婆，老婆是真心对你好的啊！你真心对孩子好，孩子真的真心对你好啊！ 在人间的一些争斗，从原始社会到现在，实际上就是因为业力了。你看看，人从原始社会开始就开始争斗了，一直到现在没停过。所以，学佛叫我们要和平，叫我们放下，叫我们不要跟人家争，不要跟人家斗。我们人间为什么不能摆脱恶性循环？ 斗了还要斗，只要有机会了再来给你搞。就算被你搞了，不开心了，失败了，在公司里，我有机会我再搞你。只要我有机会了，我就搞你。你说说看，人这个恶性循环，这种冤冤相报何时了？你们告诉我。你去讲别人好，讲别人不好，褒贬别人，你说对你有什么好处？ 你讲这个人好的话，你还是叫口吐莲花；你说你讲这个人不好，对你有什么好处啦？你心里难受，看见这个人就讨厌，你还能有什么好处呢？称赞自己是人的根性，是一个好的；称赞自己可以，不要去讲别人不好；称赞别人好也是你的善根性。如果你去。 称赞别人也是好事，但是你去诽谤别人，你就是拥有了劣根性。所以你们经常跟我说：“师傅，你教教我怎么看人，用得着教的？”如果你交的这个男朋友，交的这个朋友，嘴巴里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把别人说的一无是处，你说这个人是好人吗？你们告诉我呀，还要我教吗？我看你们每个人都。 很聪明呀、啊，还要我教吗？所以各种争斗只不过是人，在人间为了一点私欲、私心呀、啊。还有就是占有欲呀、啊。你看小的时候就有占有欲，妈妈经常跟妹妹讲：“妹妹啊，妈妈在帮你。” 生个弟弟好吗？可以陪他一起玩玩。不要，自私吧！你看这个人的嫉妒心啊，到什么程度了？人有占有欲而产生的争斗，那是轮回不会停的。所以佛菩萨、道家慈航，观世音菩萨、佛陀啊，道家慈航，佛陀在天上面早就是佛了呀。 他两千五百年到人间来的时候，他把这个佛法带到人间，他告诉我们什么叫佛法，让我们来改变人间的争斗。道家慈航，降生人间，菩萨对我们永远是苦口婆心，他是为了调伏众生啊，调伏众生知道吗？调节你们呐、啊，和降服你们的劣根性和业障啊，所以大家都要一起来学。 把菩萨的慈悲给每一个人，把菩萨的慈悲显化给全世界的人呐、啊。